为千古无同曲，也就是奇经俗吟一日新，奇变虽小，但有天地宏远之强，阴阳动静之理，千寻风波之声，风雷变化之机，春秋盛世之宽，山河表里之势，无所不有。所以每一盘棋，拢该认真对待。哈，金龙侠，你讲千古无同局，但如果我对你的棋谱提模仿棋，那这个位就可能未升级了。所以模仿棋又名东坡棋，是天元为中心，以对手所系之位。行对情之行，足看何时出卡，无意为胜，只能护局。但这只能是一种对战的策略，以心理构建。因为一旦对手如日天元，此战略便无以为敌，应付放开将士，最为杀手锏，扭转局势。好，魏继孙。你这种吐槽，一下就被机械看破卡手了。我这是看破卡手的，大事不妙了，大事不妙了。休息，不是这般紧张。机械，我拄则发现一盏重大秘密，恁苏哈丹。在此拢是机会之人，心无之心，你大可动枪之水。是，不吧？大家爱先不守秘密。我拄则发现刀高寒凉者枪运无疑，原来是正服三高的隐形者叛徒，事实是怎样？哇，小息，这个你真正学到宝了。什么宝？这是武林的大不幸呢。原来正道之中。总之，这种海棠金凤作龙，难怪三高为兵精，武林未和平，事态这么严重。吉祥，你一定不插手吗？你得为难我，你就再不出声，我以后怕是没来还你。不吧，一件秘密，必须先通知三高，但千万不能让刀高先知晓，因为事关刀高颜面，难不及之事。也如何会有？所以最后各地的对象就是道教合作，人工佛教的儒教，让人有所防范，这是当务之急。讲得有理，我马上来去。那咱留在机会最上，此时一旦各地有可能道教作用，有可能道儒两教也反过来自由在中。挑拨混乱，届时机会上升风火之地，所以众人必须严阵以待，并且注意后续的演变。了解。